挑一个，你有什么想看的吗？下不去手，对，我有那么年轻吗？然后谢谢小花蛋哥哥送的八张，谢谢。然后谢谢浪子哥，身体不如从前了，是你的身体吗？
然后我们看舞蹈的只有三，全网最专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我是本档这档主播小 KK， 然后没有点击可以关注，点上关注哦。你说十八就十八，你说我十六我也十六。对，然后谢谢那个浪子哥哥，谢谢。然后那个歌曲的名字就是你们到我直播间问吧，这里不告诉你，已经受不了了，那你就休息一下。对，休息一下。对，到我直播间我告诉你，在这里也不方便透露。对，然后就是累死了。然后没有点我关注，哥哥们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没有打卡点星星啊，你这种冷漠的男人，就是我们点一下小星星，点一下小星星，对，我们往500走走，哥哥们，谢谢翻滚哥。然后就是直播室通知的关注，就是点一下，不是吧？好累，其实我跳一个激情四射的舞蹈，我也很累。你上去就这么歪吗？那必须的。你们就是必须得关注顶走起来顶嘎嘎的那种的走。你们想看快歌还是慢歌还是 solo， 就最近比较火的。我就是男生啊，我是反串。你们想看快的。可是我喜欢啊，我喜欢感觉三四个人一起给你们跳的感觉。那种嗨的，好的，来找一首歌，找一首嗨歌，找一首嗨的。谢谢法王哥。好，这个吧。
你们都不带打字的。啊，看舞蹈角只有三成，记重要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我是本档节目主播小 KK， 没有点 KK 关注的，点一下关注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浪子哥哥关注，还有小星星往上点点。他们手在忙，可是你再忙一个就够了，你另一只手拿出来点星星嘛。谢谢那个数字哥哥，谢谢五九九哥哥关注，让我们往上走走，谢谢。你们又不是只有一个手，你们是有两只手，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帮我点，好热。你在说什么？听不懂哎。你在说什么？听不懂哎。然后我们最后跳一个慢舞吧，太快了，累死我了。我要就是跳一个慢舞。好，那你们就是关注，赶紧往上走走。关注对我老重要了，真的老重要了，特别重要。跳舞为什么穿衣服？我们要是不穿衣服，你就不应该在这里看我们了。